你这一个轻重就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你这个就很重，你看这个，你掂一下，重吧。然后你看，咱们再往上放。这个很难锤得出来的，我锤出来这个劲。你看，你看要吗？我放到准确的了。可以，我看一下您的手骨软硬的一个问题，让它软一下。其实如果很难很难脱，可以用食用油，放上去一下子就行了。没有人看得出来这什么？有一些人是看出来了，他不想和你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讲了得罪你。咋的咋真的真的就不就是我很多钱买回来的嘛，给人骗了就是。他姥姥也是给人骗了，他自个儿也不懂。以前没有买，没有买，结果他就在农村的。哇，你真的戴了很多年了吧？圈口是多大的？不知道。量一下他的以前没有那么胖啊。戴假的对身体是不太好的，应该戴60左右的。给边边上来帮忙摁一下，你来拽哈。